近日 IU 顺利结束耗时五个月参与拍摄的新剧《步步惊心》，并将回归歌坛，于7月23号在南京、7月31号武汉分别展开 IU Good Day in China 2016音乐分享会。IU 早前曾翻唱国语歌曲《斑马斑马》，粤语歌曲《喜帖街》，均展现了 IU 的语言天赋以及演唱实力。IU 来到内地，坚持唱国语歌曲；去到香港则挑战粤语歌曲，并且对其丝毫不敢懈怠。高强度的练习让观众被他的现场折服。据悉 ，IU 以回归歌手身份，即将来到中国多城市举办音乐分享会，与中国粉丝见面。此次音乐分享会将于7月23号、7月31号分别在南京太阳宫剧院、武汉湖北红山体育馆举办。